到场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选手也生病不能来，对，因为生病没有来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宣能三等奖、啊、什么表现奖，待会儿最后再最佳台风奖。对，我建议先颁最佳台风奖，把第一名留到最后，这样才有悬念。哦，那三等奖不先发吗？先从那个特殊奖项开始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我们有两个特殊奖项，然后让观众先猜一猜，我们吊吊胃口嘛。迷你大姐，来，大家安静一下。Hello, excuse me， 请大家安静一下，特别后面的观众。No more talking. Thank you. 最佳台风奖是谁？大家猜一猜号码。最佳台风奖啊？拿扇子的，哇，拿扇子的，303号选手，303号选手，303 Jason。哇，实至名归，最佳台风奖。下边还有一个，下面还有一个是，你们把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有，那个是什么？最佳创意奖，大家觉得是哪一位选手？最佳创意奖，大家要不要喊出他的号码来？30几？306，猜一猜，猜中有奖哈。306号选手陈龙，迷你你可配合一下。我在叫卖呢。我发奖。 OK OK， 恭喜，谢谢我们的记者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三等奖，谁来发奖啊？Judy， 我们 Judy 爱闪亮基金会。小心。OK， 三等奖303号选手，305号选手，302号选手，江音峰、JC 孙，还有陈月。恭喜！然后请发奖的嘉宾人员跟选手合照一张，举起来合照一下。JC 三拿了两个奖杯，来，我们颁奖，Judy 颁奖嘉宾跟选手合影一下，李老师来，李老师是低调的高调者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也进来。好，谢谢，恭喜大家，然后还没有结束吗？还有。对。这是三等奖。对，下面我们来说二等奖。选手有两位，309号于正谦，308号刘宇轩。恭喜两位选手，恭喜。我们由赵燕来发奖，塞尔托格市议员，对吗 ？OK， 请一起合影。大姐来吗？迷你大姐，待会儿我们第一名让大家猜一猜号码，好不好？剩下的我们再看喊，看大家能不能猜得中，给他们一两秒钟的互动时间。剩下第一名了是吧？成人组第一名，还剩一个一等奖，一等奖就一个吗？对，哇，大家觉得会是谁？301。OK， 行。还有306的，还有什么其他数字吗？304，还有307，哇，每个人都得一等奖吧，谢谢。一等奖选手301 David 蔡，恭喜！北京同乡会的会长，这次执行这回的大会的主席，对，来发奖，对。对。恭喜！我别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剩下我们还有参赛选手奖，发了都发过了，对。行，我们要不请评委老师还有所已经结束了，对是吧？然后最后还要宣布进京选手名单和。